天气，虽然人伫咧讲吼，啊，古早时代啊，要灯谜，嗯，恁有想要要一个？有奖品哦。我甲你讲，阮馆长亲身甲你炸来礼物，拢总要互恁炸断，好唔好？哦，都会上大声哈，都会上大声，好不好？有啊有啊有啊有。有有有。安尼啦，但是爱要着灯谜才要上面啦。我甲大家。道具组拢传出来。对，我甲你讲一个吼，我拄则看到这个礼物哈。这个奖品好棒哦，好精致哦！我大家看这个精致的木盒，不碎吧？不碎吧？想要的朋友在哪里？里面是非常好吃的牛高糖礼盒。真心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是我王惠美现场亲自去准备的，亲自为大家来挑选准备的哦。好，所以哪边声音最大声，我们就从哪里开始，你讲好不好？阿丽好啦，阿丽，一楼小姐，来，刚好我老出题目，对，啊，因为有三方向嘛，阿丽，咱先问一下正面一个，两边拢有机会，阿丽敢好？好吧，好吼，阿丽甲公平起见吧。好，但是吼，头一题我先来甲大家要一个，好，我感觉即卖要一个吼，灯谜啊，较早甲即卖拢较无同款，是。啊！我正出地，你若要会到的啦吼，我就凊彩身躯顶看会到，拢发给你安尼啦。你讲的哦，你买，你不要小看现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。但是我要出一地尔。好，一地，一地。啊，听好哦，注意听哦。嗯。一空乌人人，一支灯笼送，哪拢个哪送。你完蛋了！你来哈紧呐！你完蛋了！马上你完蛋了！啦！议员来，晚上就是你就是我的了。什么？太好了！加赛，阮阿母在现场咧看呢，阿母阿爷在因家啦嘿。无，我讲会搞，我做会搞。真的。今天给我看，我把我手中的这个手珠，我给你看。我希望讲哦，今天不管是多少位要到也好，真心的，真心的。啊，今天是你才开始尔嘛，我希望大家吼，拢当平安顺遂。啊，这是讲吼，不是讲介贵重的物件，不是讲介贵重的物件。谢谢。但是是你的贴身之物啦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，艺人已经往前冲了，帕姐。刚好在这个机会，平安，玛利亚，马姐，马姐，议员，我们合照一下，来，好了嘞，一碗平安啊哈，平安快乐，为咱中华来发声，安尼你讲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议员，林个人议员。哎，我现在要开始摇啊。好，咱头前这吼正面才先来摇起来，等下吼啊。是。看真个三件手举上紧的迄个人，安尼回答安尼。啊，咱先甲这个吼，题目讲予大家听。好。啊，咱因只有通思考嘛。头一题，你要位面顶还是位下骹？正面的，予你见者，面顶车好唔好？这题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就这题好啊。好。来。什么动物最爱乱买东西？猜动物的名字。猜一个动物。哎，今日有够侪人个呢。哎，有呢。不是我来关心，是咱后壁边的朋友，这才有300多远呢。好，因为人真多，你知道？不是你让我尖叫声，我才听得到。哪位？尖叫声？哪里？进来嘛，马姐来啊，马姐来啊。哎，后壁这个朋友，你现在录影呀？耶！来来来，就是你啊！你还要好哦，好要无，我就后一个换下一位啊。斑马，答对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斑马这部？因为欧北北。啊，这个假？真的啊！欧北北啊！好，欧北北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真的，这这里真水的礼物，这是吼，我馆长这些精心准备的。来来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休息，谢谢，来合照一下。那是我，应该要请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去阮馆长这坐边啊，阮摄影师是安尼。我来这坐你啊，麻烦你去伊的边啊吼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那我们要进行啊，第二题。好。
第二题，来这边的来，孔雀苏萍，又一个哈，这个、三国时代人物。右边，苏萍哦。来这边，我们来了。哪里？都起来，都起来，微笑吧。雷哥，来，等一下，你要注意看哦。孔雀苏萍哦，不是孔雀开屏哦。孔雀苏萍哦。记得吗？哪里？来。关羽。恭喜你答对了。谢谢你，来那么水上，你来。谢谢。啊，等你哈，等你脸书要给我泼嘞。刚刚请阮彰化馆长，哈，你看啊，差不多5000字的迄个感言的话，感谢。5000字的感言的。来换那边，换那边。换这边，这边，都边。来这边，先选一个，先选一个，给他们看一下。看到吗？小倩，看见了。我自己。题目列，两队。纸片中年人，猜一个成语。纸片中年人呐、啊。干他骗那个中国的啦。中国的。哈，成语呢？这就有点难嘞。我手呢？我要怎样把五箱了？等会，马姐那边也有啊。来，你看到谁？黄手乌漆，什么手？黄手乌漆，答对了！哎，金戒指，来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厉害，谢谢。哇，那大家拢真搞哈！咱中华的，这大家拢搞啦。我就讲真正，拢搞啦。来，赶紧嘞，随时找来礼物，绝对拢无当送，完全拢要送你。继续来安排这个节目。